我也来一个。谜语，我是红红，我是黑红红，怎红。么也变上了？都是刀，我就上当，刀我就上当，我不是刀，我就上当，我操！那你是什么？我也是，动手！谁？你在这待着。你俩说坏坏吧啊！你俩说坏坏吧！你俩怎么不聊啊？你俩坏坏，你们俩进去聊啊！我当门神，你俩进去聊啊！你俩进去聊啊！我当门神啊！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跟你，我觉得他们俩不对呀、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俩就是在这站着。再一个，你过来，来，我在动手。哎哎，怎么？操！哦，然后，嘿嘿，死那么多，洗不掉了呀，洗掉了呀，我操！哎，过。哎，你那个，你得按门铃。现在投七仔来，再投 NPC， 或者还有好像再到投去到 NPC 把小兔不坏给刀了，被我撞见了啊！我刚上去的时候看见那个祠堂淋浴间本来还有小兔不坏，后来就直下来一个 NPC， 啊，然后其他没有了，然后先投七仔来过了。啊，这一把我要认这个人的刀，不为什么，因为我是好人。这个刀，因为王菠萝是个提壶，把我吃了，然后他把我捧出来了，我还来不及报警，我在找哥呢，但是我看到他了，但我先不说他是谁。然后这个你们后置位，我可以听归票阿果，那就出七仔的呗。王菠萝是提壶啊，分身。王菠萝是提壶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我记着右边好像是猪猪和铜猪吗？对吧？猪猪和铜猪，猪猪和铜猪在一块的话，那么餐餐是谁给他抛出来呢？那就是轰轰和惠娜娜，对吧？那就是他俩。轰轰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，惠娜娜我也不太清楚啊，过。OK， 轰轰发言，我在食堂，我躲在那个犄角旮旯里。卡个分身呢，举出全票打飞机。你说啥？你说话吗？这个你不说话吗？你不说我说啊？哦，朋友们，是这样的，小兔当时跟我一起在浴室里面，那个是浴室吧，还是那个什么地方？我当时离他有五个身位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可以信你吗？是一个，我说你可以信我，但是我们都不要动。他说好的。然后完了以后，他说你怎么怎么样，巴拉巴拉。他说你犄角旮旯，我说什么叫犄角旮旯？他这个时候就往我面前冲，我说我也刀你别来。他还是往我面前不说话，我这个是一刀手起刀落，人离马翻。我是一个带刀好人，过。啊，你带刀好人不了解，我跟你说，先全票打飞七仔仔。然后我估计那个就餐出来的时候呼呼，然后我跟惠娜娜在右边就是集合，那么NPC 期待在猴哥同桌里面出三郎，大概率同桌是好的，那是三郎对吧，过。哎，啊对，红红是经常走的，对，红红经常走的。你说了什么，红红走了还有我呢。我也是给我笑。先拉你出 NPC， NPC 是铁洞刀了的， NPC 刀的小兔不坏要过。哦，那出 NPC， 我相信聪明的两位那个女公主还有同对女士，然后他们能够为我美女好好好，同 NPC 挂天蝎，
投 NPC 直接全票打飞啊。喂啊，朋友们，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说，我不认出啊。如果说大家真的要投我的话，我也不认出。如果说就连我的狼队友都要站在我的对立面说要出 NPC 的话，我只能报出他的位置了。参参是我的狼队友啊，参参我的狼队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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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参参准备送死吧。猴哥准备送死吧，猴哥送我一刀，猴哥来来范当拼刀，快来猴哥。你没有刀。我有刀。你有什么刀？你能有刀？你有刀你不杀我？猴哥呢？猴哥来，来，灰娜娜躲开点，躲开点，我怕我杀不到你。走，灰娜娜，别输了，不讲武德。牛的牛的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是对的，猴哥哥。我一个加拿大搁那站着，这三个人上来，再搁那听我逼逼来来逼逼逼两天。猴哥组合技，他们上听我说话，他们真的忍不住了，话还没说完，他妈吃枪子了，说啥？对呢。飞了，你没有在上左吗？猴哥，你不搁那儿吗？啊。